你是何人，竟敢在此偷听？皇城司，高官察，请放心，我刚才只是在那边等候，并没有听到您的任何秘密。只不过，卓金乃是一介无知妇孺，聪慧二字恐怕是担不起吧。卓金，你刚刚与欧阳旭恩断义绝，这么快就搭上了另一个？ 哎，比不上高官察绑下捉婿来的速度快。在下皇城司副使顾千帆。啊，你就是顾千帆呐？真是。卖花喽，卖花喽！哎，娘子，买了这朵石榴花嫁给有情郎。 接着哈，多谢娘子。